义这顶老婆路向去教一年辛辛苦苦谈来这十二娘人真是不容易啊。唉，眼见天色无早，待我赶紧赶倒去，也好买茶点哩，甲我这欢欢喜喜过一个年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公公比在心，这做人啊。
戏呀、啊。你哪一块呀？我汉帅，你又嫁回来了。我没有多羞到啊。你嫁来快的，我这得叫我算好你啦。但是我不嫁回来。真是的，真是的。我的父亲在哪里？啊，是我家啦。哦，家不易珍惜，将心交给我，一边多回家中安慰我的公公啊。哦，好了，我去。Oh!
这下了啊。钱我用去啊啦！哈，钱
听我讲。骗讲批放点咩蚵仔来的，袂记摕倒来。那钱要怎样给人骗呢？这钱给人骗，什么人相信啊？那无你怎样做呀？我只好将今年家务勤俭赚来的十二两银，拢给放赚啦。啊！你拢摕好伊啦？就当作西番啊，寄倒来的安家钱。你无留个半分钱？我所在便宜，我都有留钱呀、啊。你所在便宜，所在便宜，难道的你光啊，都掉在中这里？你救人，我是欢喜。可是你不应该无留下半分钱，看来要怎样趁人嫁你哟、哦？七七太人救人之事，哪能过得什么过年也不过年呀、啊？你免过，日子总嘛就吃。所话君子心无求报，机无求安。哎，君子也可长期嘛。混账的妖死！那不，咱过来想办法嘛。想办法。你想什么办法呢？你来跟我斗想啊！我跟你斗想。对。嗯。啊，你去跟亲戚借钱？哎呀，俗语讲，贫妻闹妻无人问。富在青山有万千，咱家贫父亲断绝，要甲什么人借钱呀？这，我还有一个办法。哦，什么办法？难道那两件破衫摕去当啊？哎呀，年年年到了，几件破衫，什么人要得呀？无地方当，又无地去借。我要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去给西番做土地吧。你要去多少？我去给西番做土地呀。你若是去多钱，我就去告你。啊？告我什么？告你土地，代志破棚，会害死两条人命，人命关天。安尼我就要去告你。土地会害死人，你得告我。那得怎样办呢？
还有什么好办法啦？你去给人偷几几条汉子？嗨，岂有此理！先生欺人为盗，除非君子己所为呀。先生袂用个做差的，先生那是去做差，何人知影有何体面呐、啊？哎呀，你不听人讲啊，妖怪无少钱，妖人无少面皮，讨厌鬼条啊汉子，有啥物要紧的？做起来卡细声的，哪何人听的？见笑死哟！你搁想看卖啊？还搁有啥物办法无？只有这两条办法：讨钱、讨厌汉子。别的办法，我想不来了。那你搁想看卖啊？看要不故意讨厌汉子，较好个无？唱错吼。
富贵，阮母阿姐困境困境，也有一句汉字也未修成呢。今仔日李高明唔在小贼仔来偷呀，也未叫阮家去顺顺看看，提防小贼仔来偷呀汉字。乖囝。嫁啦，乖嫁嘞！阿母啊，我都要入去甲你叫啊！阿母啊，你叫我要创什么？叫你去当初播汉族啊，顺顺看看，提防小贼仔来偷地啊！好，慢些啊！你要去呀、啊？你啊才带一支啊去，那有小贼仔来偷伊啊汉族，通甲伊赶走。好好好，乖囝，那有撞到小贼仔来赶走就好，唔通甲人拍。阿母啊，安怎敢唔通甲人拍？你没你过到有钱的人。大家啊嘛要吃鱼吃肉，什么人要吃汉族啊？会用来偷学汉族的，阮当是无钱的。你若共拍鬼空，害人无钱通医，互人听过年就唔好哦。好好好，阿母啊，你入去煮菜，我来去。你要吃的好啊？会晓的，你赶紧入去。看无煞去落落水沟。
一半路工，阴时嘛唔敢来叫叫人。运动归空，听家不敢用手眼，脚疼要走路，高脚困难。看到亲像人，徛伫遐阁会震动，不是鬼便是人，人人哪有遐大汉，哪有地沟下昏来咧种田，啊鬼！我一心无做亏心事。鬼嘛唔敢来创治好人，放假近前来甲伊看卖，嘿，原来就是树啊长，害我惊一个心魂飞了了啊！真寒是叹头难。啊！这是什么呀？家都是汉族人啊啦，那这朵乌是什么啊？是土地公庙啊，安尼这区就是大头家啦，因呢，就点一只乌就好啊。哎呀，我那是被人看见，要怎样办啊？这个，那无我来去问土地公，土地公伊那是讲会应的呀，才来甲人呀。土地公那是讲未应的呀，唉，看破倒去，古再去摇啦。今晚是要偷呀什么人的汉族呢？丢庙阿边迄区就是大偷劫啦，因呢？土地公啊，我是苏义先生啦。啊，就因为西番啊，因富人人无钱通好过年，要去跳潭，我就将一年加乌赚来十年牛云，拢甲伊帮赚啦。唉，今仔日是二九暝，阮兜无加半粒米，
不得已这么来个大头家来因头也归掉啊汉族都去给你啦。土地公啊，你那是讲汤爷，你就一顿小杯好我。汉族啊！哦，
这是土地公寄予我的啦。啊！番薯过跳。土地公，土地公啦、啊。哇！我家一家子甜甜甜。好，阿弥陀佛。这下我们夫妻两人，就会用的送到七五家区啊。做人袂用的伤贪心，人也着讲，也着本。该爬倒去。哎呀，土地公啊，你也这么多寒珠给我，我爬不倒去啊。你若是有灵性，就派两个脚手给我倒爬倒去嘛。到阮家，土地公的脚手走了了啦！开门啊！开门啊！哎呀！哎呀！我的！来呀！你穿甲这么吊，好该在无人看见，那是好人看见啊，煞好人掠去死哦！哎呀，你甲人偷呀个这么多汗珠啊！这是土地公倒呀好人的，那无啊，我不得有办法呀这多呀！倒呀、啊，你是甲什么人偷呀呢？大头叫他因爷的啦、这汉族还是得真水哦。哎呦，我这阵到要袂讲话啊啦，赶紧去起火，先煮几条啊起来吃啊。你甲我倒滚入来去。
是咱家的老实人，哪会做这种代志呀？我囡仔，你们看唔到人才是哦。对啦，我明明看见苏先生来给咱讨厌韩主哦。苏先生怎样来讨厌咱的韩主呢？咦，较细声咧，互人听起歹势。阿母啊，那无我趴喺你耳孔咧，甲你讲，就是安尼啦，伊才来讨厌咱家的韩主。Thank you.
话，请公公入来停机。似乎不到苏义先生家中，此回我官批信，不知公公意下如何？似乎你就快去快回来。小姐，快别公公。
只汉书，那互人听见，会互人爱笑，咱就将汉书当做字吧。对，红心的当作正的，白心的当作背的，正的留予你背，较留予我嘛。对，来哦，吃猪腿哦。
我替，我来去学来推吼。啊，媳妇啊，你都来啦！哦，我伯啊，你也来啦！来，请你来面试，请你来面试。苏先生，昨天你寄来十二两银已经收够了，赔钱也未收够。苏先生，我并无将银两寄你回家，无非你将别人的银两交错了人了吗？是。哈哈，这个我拢知影，你怎会知影？我前前后后拢知影，我讲无恁听。
请公公入来唱戏，似乎不到所以先生家中此回我官批信，不知公公意下如何？似乎你就快去快回来。小姐，快别公公。来呀、啊，家的队呀、啊！
求，咱就将汉族当作敌吧。对，红心的当作正的，白心的当作肥的，正的留乎你，肥的留乎我嘛。对，来哦，吃鸡腿。我来去学来的腿吼。
你都来啦！哦，阿伯啊，你也来啦！来来来来来，请你来面前，请你来面前。哎，兄弟兄弟呀！你也是，你也是呀！阿爹东西，阿姨，这块叫钱欠费，所以点你快点收现金。面面对，请坐，哎，二龙请坐。哎，请坐，请坐呀！收现金。三年，三年你嫁来，十二年婚已经收够了，赔钱也未收够。苏先生，我并无将银两嫁你回家，无你将别人的银两交错了人了吗？是，哈哈，这个我拢知影，你知也知影，我前前后后拢知影，我讲无恁听。Thank you.